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推行教研并重的澳门科技大学特别注重发展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建立多个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依托澳门药物及健康应用研究院成立的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具有国际先进的中药质量和创新药物研究基地。实验室拥有最高端的化学分析和生物活性评价仪器设备，亦都是我国最大的中药化学质谱分析中心，拥有各类化学分析质谱仪20多台，包括世界最先端的质谱分析核磁共振联用仪。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研究团队获得多项国家和部省级科技成果奖项，提升了澳门总体科技水平，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设于太空科学研究所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实验室，是中国科学院首个在境外设立的重点伙伴实验室，以月球和行星科学为研究重点，参与中国嫦娥1号、2号、3号探月工程的科研工作，成为了港澳地区最早和最多参与国家月球探测项目的大学，研究论文是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Science 上发表。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拥有独立的市场调查中心，是澳门政府认可的电话调查中心，配合澳门的宏观发展趋势，曾多次发布、开展、举办多项与澳门社会经济紧密相关的指数和活动，包括海峡两岸四地消费者信心指数、澳门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澳门雇员信心及满意度指数等等。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推动澳门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全球史与澳门研究、澳门区情研究、澳门对外关系研究的国际影响日益提升，在2014年开办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课程亦都是属于澳门的首例。研究所精心组织澳门社会系列讲座和外交官系列讲座，展开中国和葡语系国家外交关系和相关领域的研究。在近年，大学设立了多个新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所和中心同时兼备教学研究方面的功能，为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提供实践机会和研究的平台。澳门科技大学崇尚学术自由，支持教研人员开展多元化学术研究，鼓励团队协作，促进学术多元发展，为澳门和国家发展服务。大学特别注重发展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近年来在学术论文发表、学术专著出版和专利成果等方面均创历史新高，仅2014年就获得近40项国际发明专利。